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《野兽战争模拟器》啊！这个游戏呢，终于更新了新的游戏关卡了。是有一位观众跟我讲说，老头，《野兽战争模拟器》呢，已经更新啦，有多了新东西，真的假的？我就上来看了一下，结果果不其然的，真的。我们之前在玩的时候呢，1到30关嘛，对不对？都已经玩完了。我们接下来准备要玩 B 面啊 ，A 面玩完换 B 面 ，B 面也有1到30关啊，感觉超酷的，好吧？那到底要如何？到底是要怎么玩呢？那它的这下面应该都有英文叙述啊，Dragon 了什么？反正就是用这些来对抗，还有魔法师咬酷哦，哇，啊什么鲨鱼大军？啊，没关系。我们来看看，从这一关开始，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是用有限的金额，然后去突破这个关卡的敌人这样子，好吧？我们来玩看看吧。啊，有点太久没有玩了，啊，要适应一下。啊，为什么 loading 那么久？啊，开始了，五架坦克，我们有3万块，我们可以造恐龙出来吧？恐龙有没有多新的啊？我靠，有多飞龙哎！哇哦，多飞龙哎！4只飞龙好了。哇塞！然后这个什么啊？这个是这个巨齿鲨。我们现在身上还有一万多，这什么东西？雪怪？这是雪怪吗？超屌的欸，我觉得我先不能了，不能让他们装装备啊，好吧。啊，这应该是那个对，哇，体型差距好大啊，体型差距怎么那么大？我记得这可以转向啊，转向怎么做啊？空白键吗？我有点太久没玩哦。Q 跟 E 可以转向啊，哦，这边可以放，我们来放那个好了，大象，哇，大象跟这个。大象跟飞龙的体型差太多了吧？也是啦，大象本来就没有那么大只啊。企鹅王，我们还有企鹅王嘛？之前解锁得到的企鹅王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全部都用这个，这个应该是大脚怪吧？好，3000个，开始！哦，直接被打爆！哇哦，超屌，超屌！哇！哇，一个大喷火啊！哇，赢了哦，还好，这蛮简单的，第一关真的蛮简单的。哼，你看，飞龙大哥大，你看一下这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这个感觉不像是毒，这个感觉是像狼人又像雪怪欸，你不觉得像狼人又像雪怪吗？啊，那这边一直落单的。啊耶！落单的飞龙哥啊，不过他的建模可能需要再纹路清晰一点啊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好，第一关其实这么简单啊，那么过第二关，第二关什么？一群蛇，打看看会不会到面连西面都出来？哇，这是怎样啊？周围都是蛇，笔直的蛇。啊，我们可以放，还可以放这个机器在上面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魔法师哎，是不是？哇，这士兵哎，国王在这里，还有国王，他上面写 King 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国王哎，好酷哦！100，最贵的这个9900是什么？哦，宫廷魔法师，来来来，哇，放一只就没了，魔法师都这么强大吗？一次9000块哎。这是什么？火焰魔法师？哎，等，我们来放一下，我们来放一下魔法师好了。这个9900的嘛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冰的魔法师，火焰魔法师啊，好小只啊！啊，这是什么400是什么东西？神射手，好，开始，哦。蹲！哇、哦，冰雨！哇、哦，爆炸术，爆炸术！哇、哦，
我们撑不住啦！哇！咱们企鹅王好不好啊？啊！不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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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哇！企鹅王爆了！我记得可以在他们身上啊，附身在他们身上啊，按哪一个啊？哦，可以耶！耶！我是一只企鹅王。嗯啊！哎呀，好多蛇，我死定了！救命！哇！爆了！好，没钱了！哇 ！Fire！ 哇！他那个头一直甩！哇！生气耶，这家伙赢了！哇，有装子弹那么强啊！好笑啊！就啊，比较便宜一点的。好，我就不相信，烧死他们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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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哦，感觉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哦耶，终于赢了！哇塞！呀，这也太好笑吧！这游戏，这个好啊！魔法师对抗喷火龙，三只火龙，然后我们只能使用魔法师，是不是？然后只有6000块而已，哇，那就没钱了。冰他们，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管了，以量取胜啊！冲啊！哎呀！我还很破土哎！靠，被笑死！哇！啊！我还有从天空飞下来。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哇，居然往后靠！哇，死两只，死两只了！原来远存比较有用啊！哎、欸、哎，烧、欸、死他，烧死他，快点！我们要赢了！噗！哎，不用魔法师了啦，全部都弓箭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再来！射得好！完了，弓箭手被波及了。我觉得我们稍微要调整一下步伐。弓箭手，我觉得站在这个外围好了。欸、怎么会有个法师在那边？我觉得我们弓箭手呢，安全起见，全部站这里，好不好？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呢，安全起见也是站这里。三只，开射。有了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有没有死一只？死一只！哦耶！有了，终于！加油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哇！撑不住？怎么会撑不住呢？这三只移下来！哇塞，我这关卡超久了、欸，432。来 ，Go！ 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哦耶哦耶，死了两只，赢了，赢了 ！Yes！ 我终于赢了！哇，我都快哭出来了。第四关，怎样啊？魔法师跟马儿是不是？我靠！动物群再配上三只魔法师啊，我只有6500的预算，肥龙啊，一只，来装一下武器在他身上，我们重装上阵，重装啊！哦哟，感觉很屌哎、欸！
有没有看见？哇，超屌的，开始。哦。攻击攻击攻击，烧死他们！哇，下冰雨，完了我就知道死了。我觉得他应该要先打魔法师啊，笨死了！魔法师不先打，在那边耍八七啊，那魔法师不先靠，在那边耍八七，来来，快点快快快！魔法师少死一个，死一个了。魔法师又爆了一个了，我死了。我觉得我要去附身，附身在他身上，先把魔法师给弄爆。啊啊、我把魔法师给弄爆，魔法师先死。接下来就好办了。我要怎么脱离？扛臭脱离，交给你自己想办法了。嫩，不要逼我啊！赢了，哎、欸，我死了，不是赢了，被匹马给打死 ，you lose， 可恶，失败，再次，快点喷死啊！有了有了有了，交给你了，火焰魔法师还没死啊！啊爆了爆了爆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撑住，撑住！赢了，赢了吗？赢了吗？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输了？我们再一次啊 ！Go！ 杀掉魔法师优先。法师优先杀。啊！撑住啊！我是20滴了，看我又死了。哇，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耶、欸！你就飙飞龙啦、啊！哇，整一只鲨鱼是吧？带一只霸王龙啊！你们说好不好？冲啊！完了，撑不下去了！啊！咬死他们！嫩，咬！哇，输了。好啦，其实我们就用远程的士兵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远程慢慢射也行，反正伤害很高啊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版的十字弩弓箭手超强的、欸，远远的就杀了一堆。现在怎么清醒？赢了还输了？哎、欸，赢了！我们最后一个人都不剩，然后赢了。哇，是差点输吧？我们那臭法师。哇，好难哦，这个游戏。OK， 我们现在第五关哦，来玩一下第五关。沙子鲨鱼，一整票的沙子鲨鱼，然后给我们10000。我觉得全程弓箭手应该很爽。好吧，大家应该最喜欢看这个了。啊，现在不太够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试试看。啾啾啾！哦，这个声音，哦，这个声音超强的。一开始用这个就赢定了啊。他们推进又很慢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远程发功啊，可是一直射到尸体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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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哇，灭了。抵挡不了，最终还是抵挡不了，干好笑、哦！冲上来，哇，居然没死！第二波到底死还是没死啊？这次还没死，这次还没死，这次还在跟鲨鱼搏斗当中。哇，来空战哦！哇，会空战的鲨鱼，有趣有趣，输了。送个雷射给你好了。撑住撑住，
鸟死了。完了，那只不保了，这只小命不保了。居然选择在这个地方。GG。这边还有两三只活的卡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有点鸟欸，他们的命中率应该蛮远的。好，发射，撑住，哇，飞起来了，哇，咬在我们雷龙身上啊，撑住啊。啊！全死啦！好 ，Go！ 200攻击力耶！开玩笑，撸死你们！一路捏到底！有了啦，这两只稳稳妥了，赢了！你看，果然鲨鱼对鲨鱼才是王道啊！哦耶！终于，我玩超久的啊，这游戏。哇哩嘞！哇，我们才过一到第五关而已，这游戏真的有点难玩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呢之后也是哈，继续哈，就是五关五关或者是10关10关啊，我们看进度，看这个游玩的难度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玩到这边啦、啊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一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一个赞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啊。对了，或者在下方留言啊，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我是老头。我们有机会再见面啦，拜拜。